上就要开始了，今天是李晨和肖央。小心，小心！几乎没有看到他慌乱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演技没得说，太老实了。咱这孩子生下来我养过，孩子以后得跟我呀。怎么可能呢？我俩跟他们说实话吧。怎么回事，李晨？行，你就看一个隐身的身份。有梦不可标也。不写不行吗？急了啊！周六晚八点半，开心俱乐部爆笑来袭。本栏目由好营养不掉队的三全儿童水饺独家冠名 ，Miko 蜜一口。本节目由高端的奶茶 Miko 牛肉茶特约播出。